并大厂家还有小飞，一向就是称他为小兵。我们认识了很久，又看了他为人很热心，帮助周围很多很多人，都令我非常的感动。我们的家庭也受了他很多的照顾。在这里，他想给他一个很真诚的谢谢，希望他身体一天比一天好。在我最近看了他，每次出去看了一次医生，比一次的进步。这一次我刚刚才给他，这两个月发现他又进步了。希望这样子继续下去啊，哪一天可以完全的恢复，这是我们大家盼望的，也是我们所共同希望的。谢谢。